公元1793年九月，经过整整一年的颠簸，英国勋爵马格尔尼率领一个庞大的商业使团前来东方觐见大清国的皇帝乾隆。这是一个新兴的海洋帝国与古老的中华帝国之间的第一次正式会晤。为了这次来访，英国专门准备了能代表最新科技发明的礼品590件，包括天文地理仪器、自鸣钟、近代火器、轻便马车和船舶模型等。使团成员由科学家、测绘员、医生等135人以及650名官兵和水手组成，而其中略通中文的只有一人。在当时，整个西方世界能使用汉字的也不超过100人。此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因为国力衰弱，汉字与这块生养它的命运多舛的土地一起历经磨难。斗转星移，在21世纪的门口，汉语在世界范围内终于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众所周知，中国有一个传统的说法，天不怕地不怕，只怕老外说中国话。几乎在转瞬之间，学习汉语汉字的外国人超过了4000万。然而对于正在兴起的汉语热，这不过是波澜壮阔的大潮卷起的第一个浪头。1793年至今不过200多年，但这浴火重生的过程既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同时它也是一面镜子。不论是我们的社会还是我们的传统，甚至我们特立独行的汉字，都因此而获得了另一个回望自己的角度。1899年3月的一天，随着挖掘的深入，一座巨大的塔基完整地呈现在德国考古学家罗伯特·科尔德维的眼前。这个巨大的塔基共7层，每边长87.78米，建塔时共用去了5800万块砖。这个庞然大物俯视着两河流域，考古学家认为它就是圣经中描绘的巴比塔。圣经旧约上说，人类的祖先最初讲的是同一种语言，因为没有交流障碍，大家很容易齐心协力，于是他们在两河流域建起了繁华的巴比伦城。Babilonia era una città molto ricca e i loro governanti avrebbero voluto lasciare nella memoria del mondo qualche monumento che li ricordasse in eterno. L'intenzione e poi la realizzazione fu quella di costruire una torre, una grande torre che arrivasse fino al cielo. Doveva arrivare al cielo per dimostrare allo Shanti, al dio del cielo, la loro potenza e la loro possibilità di arrivare ad avere un colloquio paritario con il Signore. Tong Tian Ta, Yue Jian Yue Gao, Hen Kuai Gao Song Ru Yun. Jerling Shang Di Yo Jing Yo Nu. Fan Ren Zemeneng Tong Zizi Bi Jian Er Li Ne.于是上帝想到应该变乱人的语言，
当人们之间的语言沟通受到限制的时候，那人们之间可能产生的力量也就受到了限制。于是有一天，修建巴别塔的人发现自己不能够很好的交流沟通了，那么后来巴别塔也就停工，也就荒废了。Questo dimostra come il Signore in quel momento e con quel tipo di, diciamo, di miracolo, con quel tipo di azione, riuscì a dimostrare ed a punire la superbia degli uomini. La torre rimase a metà e da allora in poi nel mondo occidentale la parola Babilonia è diventata un'espressione che indica confusione. Babilonia是我们今天可以找到的最早的关于语言力量的故事。那么人类从前讲的真是同一种语言吗？时过境迁，最早的语言是什么样子已无可探寻。西方圣经中的这个预言只不过表达了人类天性中希望无障碍沟通的美好愿望。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世界四大文明天生是独立的，融合和交往是他们诞生以后很久的景象。所有的语言和文字都先天存在于各自独立的文明环境之中。考古发现使人类有可能向自己的祖先无限靠近。这是一张公元前15世纪的文字分布地图。在这张由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组成的地图上，由西向东依次分布着古埃及象形文字、古巴比伦楔形文字、古印度哈拉本文字和古代中国的甲骨文。考古学家们发现，这些人类最早的原生文字虽然在功能上还不能记录全部语言，但语言中的主要信息都已经被凝聚在了这些符号当中。最早的创造文字的这主要的方法就是用画图的方法，就是叫表形的方法。因为最早都是表形呢，所以写出来的字当然是差不多的，比太阳都是圆的。有的呢，它这个圆的写的方法不一样就是了。月亮都是写一个不完美的月亮，这样子。可是人呢？就不一样了，人写出来个人写法又是不完全一样了。几乎不约而同的，在距今4-5千年左右，这些大江大河的孩子们都萌发了记录与交流的愿望，于是依靠环境和经验的赐予，他们分别用美丽的图画将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欲记录下来。这是人类建起的一座座真实的通天塔，它所储存的能量标志的成就，培育了我们对祖先的敬仰，塑造了我们的精神内核，凝结成了每个民族的文化纽带。今天四大文明孕育的古文字中有3种已经消失，汉字以怎样独有的特质留存至今呢？
千年前，这里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在各个种族不间断的征服与被征服的过程中，源源不断的沙砾掩盖了两河流域肥沃的土壤，也掩埋了苏美尔人灿烂的文明。公元前一世纪，苏美尔人在泥板上压刻的楔形文字被在缩草纸上画写的字母文字所取代，从此这种曾在两河流域广泛使用的文字以及它所代表的文化竟黯然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长达1500年之久。公元1472年，一个意大利人游览古波斯的首都时，在皇宫的遗址里看到了这些刻在墙上的符号，他把自己的满腹狐疑带回故乡，但没有人在意他的发现。140 anni dopo questa prima scoperta, un altro italiano si reca a Persepoli e fa un'altra scoperta di importanza enorme. Scopre una stele con dei caratteri, dei caratteri presumibilmente egiziani, che porta in Europa. 这些原始的符号究竟代表着什么？首先，在欧洲复苏的现代理性开始为人类祖先的踪迹激情澎湃，魂牵梦绕。但是，这些像楔子一样不规则排列的奇怪文字，让欧洲学者焦虑了好几百年。如果不是一块巨大的岩石，这场庄重的猜谜竞赛还不知道会持续到什么时候。这个所谓的大石头就是贝西斯敦铭文。贝西斯敦铭文是刻在贝西斯敦村的一个悬崖峭壁上的一个铭文，是为大流士歌功颂德的这么一个铭文。它用三种语言刻成，按照先后顺序是埃兰语、古巴比伦语，其实就是阿卡德语和古波斯语。为了这个彰显这个波斯王他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所以这个铭文呀被刻在这个非常高的这个悬崖上，路过的行人呢就很难看得仔细了。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2300多年来就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这段铭文。1835年，这块岩石终于吸引了一位年轻英国军官的目光，他的名字叫罗林森。好奇的罗林森将这段楔形文字的铭本制成拓本带回了欧洲。经过12年的苦心钻研，罗林森首先读解了三种文字中距离当时最近的古波斯语，然后以此为参照，最终解读了其中的古巴比伦语和埃兰语。失踪了1500年，被发现后，读解又困扰欧洲人长达300多年的楔形文字，终于借助贝西斯顿铭文这把钥匙，一点一点地大白于天下。笼罩在面纱下的两河文明，向世人展露出它勾魂摄魄的微笑。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雄伟壮丽的金字塔矗立在尼罗河畔，已经5000多年了。但在19世纪以前，没有人知道是谁修建了它们，也没有人知道这绵延起伏的黄沙下面淹没着怎样令人叹为观止的辉煌。公元5世纪，来自欧洲的征服者野蛮地封闭了最后一批古埃及神庙，并严禁使用法老的语言文字。于是，岁月的黄沙成为古埃及文明无法摆脱的宿命。
一百年过去了，一千年过去了，没有人能听懂金字塔的叹息。公元1798年五月，不可一世的拿破仑率领庞大的舰队和50,000多人马远征埃及，150多位科学家、学者和艺术家加入了这次不同寻常的冒险。不幸与幸运并存，几乎所有东方世界的重大历史秘密都是被欧洲人的大手掀开了神秘的面纱，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解也不例外。第二年七月，法国士兵在尼罗河河口附近一个叫罗塞达的小镇上挖防御工事的时候，后来被称作会说话的罗塞达碑破土而出。当时拿破仑的这些士兵呢，一下子都震惊，然后手里的东西都掉到地上了啊。那么马上他们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科学考察团的语言专家。语言专家来了之后，仔细的查看，发现上面的碑文是用3种文字书写的，其中一种文字他们认的是希腊文。那么他们推测另外2种文字呢，应该写的是同一个内容。那么这个石碑后来就变成了解读古埃及文字的一把钥匙。今天，会说话的罗塞达碑被放置在大英博物馆埃及厅的入口处，石碑的题签上却写着不列颠军队征服的战利品。当时军事强人拿破仑的法国并没有保住自己远征埃及的硕果，仅仅保管了2个月，1799年9月，在与英国争霸的金字塔战役中，罗塞达碑又成了英国人的战利品。此后，英法两国的学者们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解读竞争。也许是因为可以实时面对罗塞达石碑，所以英国的物理学家托马斯·杨很快便读出了其中几个希腊人的名字。但读出几个外国人的名字对于解读古埃及文字的意义并不太大。转机出现在20多年后的法国。1822年，一位精通10多门古语的天才商伯良在这项工作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他正确地判断出古埃及的文字当中既有表音符号也有表意符号，还有一部分符号呢是起着像我们汉字的偏旁作用的，是那种限定符号。所以商伯良等于是找到了一个正确的解读方向。另外呢，商伯良最大的一个贡献还在于他是第一个成功的解读出古埃及法老名字的人。所以商伯良在这2点上就打败了托马斯·杨。虽然失去了罗塞达石碑，但在破解埃及象形文字的道路上，法国最终还是超越了英国。人们终于聆听到了沉默了2000年之久的声音。عندما تجتمع مع بعضها في الصف الواحد وعندما تقلب عينيها تظهر فواجبها بشكل رائع。在甲骨文被发现之前，汉字的童年与这块土地上那些久远的王朝一样，也被彻底掩埋在厚厚的黄土下。就在巴比塔被发现的1899年的秋天，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得了疟疾，便到北京宣武门外的达仁堂去买中药。在煎药的过程中，突然其中的一味药材龙骨吸引了他的目光。
到清代的时候的国子监就是清代的太学，因为祭酒这个名称呢实际上是国子监的一个负责人。那么这张氏在北京最好的进士学家就是王懿荣，因为的这样的情况，所以呢他有机会啊，这个接触到的各地发现的古物，他有这个条件。不久，山东一位名叫范维清的古董商从河南安阳搜求了一些龙骨，送到了王懿荣的家里，请老乡帮忙看看。范姑呢，他好像也意识到这里有什么东西，就把这个卖给了王懿荣。这王懿荣因为他有这方面的素养，他就觉得这个上头是字，而不是这个一般的这个卖稻年药的原料，所以他就很重视这个，大量的呢出高价去收购。一连几天，王懿荣遍翻各种史料典籍，终于从《周礼》《春官》和《史记》《规策列传》中弄明白了，这一定是早在秦汉之前的上古文字。这个极富传奇性的故事刊登在1931年7月出版的《华北日报》副刊上，但其真实性后来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今天学术界也认定这只是小报记者的杜撰。真相究竟是什么，还有待未来去探索追寻。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在1899年，甲骨文告别了被当作中草药默默消亡的命运。王懿荣买下这批甲骨后，找来自己的好友《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鄂共同研究，很快他们便从这些甲骨上读出了中国上古社会许多被淹没已久的秘密。我认为解读古代文字必须得有钥匙，所谓的钥匙就是必须得具备条件。我认为有必须得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有参照，所谓的参照就是像贝西斯敦铭文或者是像罗塞达石刻，是用三种语言或者是两种语言，这都是用三种语言写成的铭文，其中有一种是容易解读的，是当时讲的语言，古希腊语或者是古波斯语，就一种语言破解了之后，那么其他两种语言也就迎刃而解了。第二个条件，那就是就文化的延续性，也就是必须这个文化是延续的，以后来的文字可以印证前面的文字，就是以后挣钱。因为没有解读的钥匙，人们只能把这些精美的印章文字当作图画来欣赏。因为缺乏文字材料的佐证，古印度的哈拉巴文化只能给人们留下一些残缺的印象。那么破解甲骨文的钥匙又是从哪里找到的呢？为什么欧洲人破解楔形文字和古埃及象形文字都是无数专家耗费了数百年的光阴才真相大白，而中国人破解甲骨文只有一两个人仅仅在几天的时间内就初见成效呢？这说明我们的文化一直都传下来没有断掉，所谓叫断掉也是短时间的，这甲骨文没有发现的时候呢，可以说是跟甲骨文断掉了吧，可是后来又找出来了。所以我们的从这个文字来看，我们的文化是一条线传下来，一直传到今天，可以追溯到3000-3500年之前。汉字这些象形、会意、形声、假借的古老符号为中华文明保存了火种，使历史得以记载，学术得以传承。
随着时间的推移，四大文明古国中除了中国，其他的文明都暗淡了许多，取而代之的是崛起于欧洲与汉帝国遥相对应的罗马帝国。腓尼基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公主，名字叫欧罗巴，当时古希腊的主神也叫雷神，叫宙斯，看上欧罗巴，但他怎么得到他呢？于是宙斯自己就化身成为一头长着金毛的公牛，渡过海去劫夺了欧罗巴，把欧罗巴驮在自己的背上渡海回到古希腊，由此古希腊和他背后的这片大陆就得到了欧罗巴的名称。后来人们根据这个传说认为它暗喻着古希腊的文字和文明是来源于腓尼基。腓尼基在希腊语中是紫红色的意思。公元前十三至公元前十一世纪，在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一带活跃着一个不知从何处而来的民族，因为他们总是穿着鲜亮的紫红色衣服，即使穿破了，颜色也跟新的时候一样，所以被人们称作是腓尼基人。正是这些穿着紫红色衣服的商人，结合当时流行的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的特点，创造了省时而又简单的22个腓尼基字母，这就是后来席卷世界的字母文字的源头。那么，为什么腓尼基人能够发明字母文字呢？I Fenici sono una popolazione prevalentemente di mercanti. Sono abili mercanti.